同款是意外消息，江其七一名65岁老阿伯啊，因着街仔路伫咧收高挂伫街仔路顶悬的挂灯，一无细致由楼梯顶悬摔落来，嘛因为无安全的防护，弄着头部严重受伤，告伊进行伤重不治死亡。上进病院急诊室的老阿伯啊，已经无性命迹象，经过急救以后，也是无力回天。对着做伙过工课的工人嘛，唔知影哪会发生这个代志。但是路过民众有看到过程，地摔落来进前，老阿伯也是伫这条街啊路上回收高挂伫电线顶悬的挂灯。你回收的工具就是这支足足有一层老悬的梯。老阿伯啊，意思当时徛伫个梯顶悬，手伸长要去回收挂灯，但是梯意思重心未稳，起一边摔落来。回收高挂伫邻里巷道之间的高压灯，背上悬梯，悬度真悬，无任何安全防护，嘛是相当危险。整个事件，警方正伫咧侦问、调查、厘清当中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家己市采访报道。